真正的打假是从今天才开始。我们在8月9号第一个针对拥粉盘事件的点评视频里面，就以非常简要又击中要害的分析告诉了大家真相，其中的内容也完全涵盖了一个月后9月6号那场非常引人瞩目的探讨会的全部的结论和结果。同时我们又通过近一个月的市场求证实验，更进一步的论证了这个结果的真实性。一看庄方真的热火朝天，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目前国内外市场上没有一块所谓的后加财的这种老盘子。同时我们也早提醒大家，如果我能够收到一块那种2000以内能买到的同类盘子，那一定是仿品。我们虽然没有等来一块，但是在做仿品的师傅乐以继日加班加点的辛劳之下，首批全新的这类仿品却面世了。并没有见过真正的后加财和真正仿品的诸位小白和粉丝们，请你们认真听我这次的讲解，让你们真正明白什么是假货。我们今天讲解对比的素材来自我位朋友的视频啊，我们援引他，也对他表示感谢。我和这位朋友一样，不认同把一个对的东西说成不对的这种颠倒是非的历史虚无论。但是当真的市场有苗头出现这类仿品，我们也会及时的去给大家汇报讲解它的进展，教大家如何鉴定区别。我们下面所有的对比图，左边就是荷兰赵哥的那一块争议盘，右边就是现在刚刚做出来的这一块全新的仿品盘，大家来对比所关心的这种画片、彩头、釉面状态、胎质底足等等细节来做一个判断。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左右两边侍女在发髻上的色彩表现是相差甚大的，左边有自然的老旧状态的色彩变化，局部脱彩掉彩的磨损状态，右边色彩描绘过于写实，虽然比比清晰，但却缺乏老彩的那种自然的朦胧感。这种右边开脸的画法完全是现代仿古作品上经常出现的一种脸貌状态，看似画法非常的活泼细腻生动，但是却明显缺乏了古代侍女尤其清早期画像里面的那种沉脸柔静和娇羞。仅这一个局部我们也可以看出瓷质上的大差异，右边盘的瓷质釉质呈明显的雪白色，而左边则是温润的鸭蛋青色。不过大家能看懂第一张后面的对比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可以看看树的画法，树叶的彩头，新仿品上面的柳树的枝干、树叶还有山石全部做模糊的整工处理，完全无左边这种老器物上细腻表达。我们再来看看边饰，左边的画法、画风和彩头和右边一对比，大家也都能完全理解啊，哪个是对，哪个是仿。可以看出在很多画风细节上面，仿品都做了简化处理。我们看这个细节非常有趣，仿品在右边这个黄的色阶上面明显进行了加深，去靠近更加开门的彩的状态，同步的把两边树叶的颜色也做了加深处理，呈更加浓艳的焦黄色的效果，让它不知同类的这种高等级的用彩盘子就是原色而不是这种，虽然可笑的这种画巧成拙，但是却预示着这个 1.0 版本很快的人工智能会学习得更加好。对于现在仿品的盘子大多是集中在去仿官窑品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种仿品的盘子一律打磨得非常的滚圆，修足规准，釉面平整，距离老盘自然的圈足底釉还是相差甚大。我们通过简单的这种对比，大家已经完全能够知道啊，一开始我们认为的错怪的那个荷兰赵哥的拥粉盘，如果真正拿和现代的仿品相比，那是完全能够分得很清楚。如果当时有这种完全新仿的来做对比，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被误导和误解。如果说一件画工略差的老盘子和画工精美的盘子之间的差距是一的话，那么这种新老之间的差距应该是10。那么现在仿品和狼真的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做大胆的3个预测：一，目前这个新出来的仿品还是 1.0 版，以后会越做越好，甚至会以假乱真。目前这个盘子售价仅1800，甚至更便宜，这也充分证明了我说的只要是同类仿品一定2000元能买到的一个客观规律。
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老家采的这种品种原来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一定不会有。因为仿品市场永远追逐的是出其不意，让你无法琢磨，所以已有的、已被识破的那些，终究会被后面的啊你所不知道的所替代。第二个大胆也一定会成为真实的预言，就是未来会有很多同类的这种老盘子去重新重画，肯定不画这个题材，去做真正的后家产，到时有什么内容我们再给大家汇报。三个预言也是最可怕的一个预言，就是未来我们的圈子有更多的纷争争议，从普通线下交流的这种民谣到大拍里面的官谣，都会有更多的话题冒出来。网络时代，大家情愿去一个个制造这种热点来获得自己的认同，但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但是却无法避免。未来中国的收藏圈的话语权会逐渐的下移，就像国外一样，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权威级的某几个专家，大量的有水平有水准的高水准的研究者分布各地，实力经验以实际的判断能力来形成大家的信任，是未来的主流，而不只是靠某个节目所捧出来的这种人气。所以未来的中国，您不妨看看现在的国外欧美成熟的收藏品市场是什么样子。话不再多，点到为止，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未来的数年甚至数十年会逐一的验证我们的判断，请大家拭目以待。